这是一个带有技术性的一个案件，周立波本人成为了原告，周立波告周立波，这本身我觉得它的意义已经大过案件本身。我想我2006年的出名可能是一个晚上，当我复出离开舞台10年之后，我的第一场复出应该说在上海是妇孺皆知，那么在全国有影响的媒体，无论是平面还是电视媒体，都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报道。如果原告注意到小沈阳是怎么出名的，注意到赵本山老师是怎么出名的话，我想应该会同意我刚才说的观点。在网络盛行的年代，如果说过去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话，那当今就是相信梦想，相信奇迹。原告是否愿意在本庭主持下与被告进行调解？原告不调解。鉴于原告一方不调解，那么周立波走进了法庭，而且呢还是坐在被告席上。想必各位熟悉周立波的观众和我一样啊，还是第一次见的。那么是谁告了周立波？因为什么事情告的呢？事实上啊，周立波直到今天为止连这个原告长得什么样都没见过，他所知道的只是这一切啊都和他如今的名气有关。1981年，15岁的周立波进入上海滑稽剧团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80年代末他就已经在上海有一定的名气了。叔，你在想什么？两个多月没见，对吧？嘿嘿，激动，你以为我也抓进去了，对吧？这个事肯定以为最近娱乐圈抓进去不少人，然后两个月没见我呀，波波老师不在了，哎呦，我是不可能有这种问题的，你放心，吸毒这种事情可以做的，不能做，我这辈子不可能吸毒，我就算贩毒也不会去吸毒。呸，怎么可以贩毒呢？不可以这样。周立波就现在要跟大家见面了，再说我要是再不回来的话，我的朋友们会急的，他们真的会以为我也非常跟风的，非常时尚的，非常赶时髦的被抓进去。大家说说这个毒品啊，毒品和毒药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？毒药是让你马上就死，毒药，毒品是让你慢慢去死，一个是马死，一个是慢死。毒品是让人形成瘾，这叫毒瘾啊，特别是指这种过去鸦片、吗啡、海洛因。现在的什么冰毒啊啊大麻，毒品的危害非常巨大。首先，吸食毒品的人他会精神萎靡不振，长期吸毒的人总是哈气连天啊。这个我去禁毒所看过啊，来看过当教材，哎呦这个太可怕了，那个棉帽子啊戴在头上，啪啪啪，到最后头没什么，墙上面一个个坑。哦，这个枪，真是。但是你给他，那他有时候啊，戒毒所啊，也会间歇性的帮他治疗毒瘾，有时还会给他一点吗啡或者什么的。那种整个人很精神，什么事都想通了。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有梦想前进，金光大道，社会主义4个现代化，什么跟谈的一刀一刀，头头是道。哎，刚刚的话你觉得，哎呦太好了嘛，毒瘾又来了，又枪又来了。所以，这是祸国殃民的。觉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，作为一个名人，这就是代价，这代价。社会对你的看法，社会对你的看法是社会的权利，最关键的是自己对自己。包括应该说我没有，除了我的律师，好像前段时间在媒体上发表过一个声明以外，我对这个事情没有在任何媒体上面做以回击。或者评判，今天也是，但我会处于一个非常客观冷静的角度来谈这个事情，很正常，这个事情会起来也会过去，